我是人生的胜利组，有靓丽的外表，一妹九十九分，聪明的头脑，家里环境也很好。真的是最新的模特吗？哇，这个买断货了的嘞，在哪里买到的？哇，这个颜色美哟，颜色。这个牌都好美的。本来应该很满足，可是天公就是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加油加油！哇，破纪录了！永远都会安排一个人骑在你头上。王艾琳一百分。让你心情非常不愉快。这时的冲动内疚却比妒忌来得更加深刻。这个拿给那个饰演仔。OK。面来了，五块半。Thank you。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没有人这样子洗碗的啦。对不起。哦，原来你是特地来道歉的。叫我们打平哦。哪里可以这样？喂，你不是来道歉的吗？可是有时候道歉也已经太迟了。这一次的癌细胞又再度恶化了，情况很不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实际的情况要等报告出来才能预算，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嗨，哎，这施主，看你印堂发黑，
让平真为你施法，帮你逢凶化吉。嗨，唱！哎，你看你头上的乌云都不见了，平安了。哎，也开始觉得天公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，自己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。朱慕林剪头发剪到这样短，你真的很像小孩子哎！付出我能付出的，辞了就已经太迟。